好，严泉的风表演 B-box 这个看起来好像蛮难的，但其实呢，只要掌握口诀，也可以成为这个能式达人。像是呢，肚子大就三个字呢，加快念怎么念就可以有能的声音。还有这个简单的数字，也可以模拟出这个算唱盘的声音，一起来听看看。我现在就开始 B-box 说的。小鼓还有喇叭，这是现在最夯的 B-box， 看起来很难，不过有了口诀，你也能变高手。啊，肚子大，肚子肚子大，肚子大，肚子肚子大，啊，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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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那个口诀。达人开班授课，除了肚子大，还有数字也成了练 B-box 的小配宝。口诀第一个，七五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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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打开了门，不过最厉害的还是这一个。荆轲拿出了刀，准备要刺向了秦始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秦始皇大喊：“来人啊，捕这个，打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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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捕这个，捕这个。”荆轲刺秦王的剧情都能融入在 B-box 里，堪称是口技表演的最高境界。简单的口技是秦始皇发明的。对，我们快速为大家复习一次。捕刺客，捕刺客，捕刺客，刺客，刺客不打刺客，捕这个大，这个这个捕大，这个捕这个这个这个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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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-box 再度翻红，口诀加持更容易上手，不惜有人花钱请专家一对一教学，当然小孩都能来上几招，还成为近年来尾牙最夯的节目。光是两天内就能接下三场尾牙，通通指定要表演 B-box。看来现在练 B-box 真的不只能耍帅，也能让荷包满满满。追寻林青今晚如台北采访报道。